都准备好了吗？时刻准备着。确定要这么暴力的复习吗？这是我和呱呱为你们量身定制的学习法，一定有用。不管了，那就开始吧。好，那就从我开始造词。投票谈判。投牌。小美你有点慢哦，不过第一轮放你一马。该唐雨乔了。泡瓶。哦，泡瓶是什么鬼？就是泡上瓶子吗？你听说过套圈，从来没听过什么套瓶。我继续来。突破。逃票。捡漏了。花小美你这次反应倒是挺快。那是怎么用到我？调皮。小美雨乔都好棒，多来几轮，这次语文考试你们肯定能及格。Yes， 我现在信心十足。准备了啊，第二题开始了。办法，报废。宝，啊！怎么到我这儿就变这么快了？自己半天想不出来，别耍赖，该我了。报复！你呱呱不能重复，我说的是报复，远大报复的报复。好吧，报复，一夜暴富的报复。谢谢呱呱给我送分，这都能想到，白雪不愧是学神呢。报复！这轮居然没人中招，咱们加快速度，一秒钟之内答不上来的就来答，来就来，反正我肯定不会输给唐玉桥的。于是，聪明，臭美，啊，我想说这个的，草莓，沉默，成名。